扮 Gangnam Style。 怎么样，听了这么多神曲，是不是大脑已经自动开启单曲循环模式了呢？赶快来看看网友为我们推荐了哪些精彩内容吧。小伙，喝个酒而已，不需要跟你的小伙伴合体吧？不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吗？大爷一看就是练家子。女王大人驾到，闲杂人等还不速速回避？我觉得气球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你了，下次换个保龄球好了。难道你是练了传说中的菊花宝典？民间牛人的微信你订阅了吗？赶快搜索民间牛人编辑部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订阅后发送节目期数便可直接点播观看，并且可以查到往期节目背景音乐哦。同时也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哦，推荐牛人牛事请微博艾特民间牛人编辑部。上班的时候看了一会儿，结果被老板抓了，老板直接回了一句，这集不好看，那一集好看。这老板看来编辑部大大有必要向人家学习一下，不过你跟我说清楚究竟是哪集不好看。不带这么骗人的，怎么可能每一条都看，发了这么多每一条都无视，伤心了嘻嘻。从你最后加一嘻嘻二字作为结尾来看，其实你讲述的是一个透着喜感的悲剧故事吗？小编编，我作为忠实的牛粉，对牛姐道一声辛苦，每天听到牛姐的甜美的声音，心情瞬间舒畅了呢。小纯情君，你对我的赞美我就先收下了，不过牛姐这称呼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就不能给起个高大上或软萌腐的名字给我吗？什么牛编君、牛姐之类，全都差评，走开。我感觉民间牛人这个版本挺好的，小编继续加油。小编我爱你，小编加油。哈哈，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还有满满的爱意我们都收到了，不过名字长确实很容易被看到，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们都会看哦，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的给我们留言吧。